急诊两块，我跟华大妹病的，在这儿等的，集合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咱这不是去旅游吗？啊，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，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？哎呀我的呀，你看你说的哈，咱们出去好几天呢，不得多带点东西啊？啊，你哎，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？你这不都看见了吗？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，这是钱世峰啊给咱网购的啊。哎呀，真哎不对呀啊。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？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？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？哎，你叫大伙儿看看你的造型啊！不是，街坊邻居们，你看我老公，眼睛大不大？肚子小不小？哎，别跟他吃。就你这大肚子，偏偏的不得了吃了。再说了，这些东西不光咱俩，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。王大妹子啊，不怎么，他啥也不带，就蹭咱们的呗。这不是这黄大妹子，她家儿女双全，那经济条件挺好，她也不差钱啊，她怎么这么抠门呢？她不是抠门，这不以前吧，她家条件稍微差点，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。她是节了，我啥也没省下呀。哎，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？那就是老虎的饭量，貔貅的消化系统。你可拉倒吧，吃能吃多少啊？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，知道不？还助许的钱，她要不承担助许，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。拉倒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既然出去了，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，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。哎呀，我就是那么一说呗，还就那么一说。你这么的啊，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。合理分配咋分配？这么的啊，吃的我拿，嗯，这个你背啊。哎呀，我说老东西啊，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，太尖了。你过来过来过来，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。搞什么事情啊？你以为我不识数啊？我什么意思 啊？这个我拿，这吃的你拿。这吃的大伙儿知道不？一边走一边吃，越吃越轻松。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，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。哎呀，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，你不知道我啥人呢？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，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？啊？是啊。哎，我的老公啊，我这辈子嫁给你，好好幸福哟。你看我这老伴儿吧，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，这家伙一投怀送抱，还小鸟依人呢。你说啥？行，你看看，你听大伙的，你要亲我一个这些东西，我替你背着。一边拉去。那我亲你一个。滚犊子！哎呀，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？不是说你，他说我是。你是犊子，不是？你这也不像。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，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？你给我有点正形吧啊！快点的。分东西，分东西。哎呀，这么多好吃的、啊！那个什么，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，这份是你的啊，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。哎呀、啊，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，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，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应该的吧？这回我也带一份啊，咱们呢也 AA 一回。哎、咱别挨着了，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，是不？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、六个馒头、八个花卷。怎么的？这家伙，牛肉干啊。烤鱼片，对，奶糖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巧克力，哎，全是进口的，是进口的，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，啥敷脸呢？全是国外进口来的。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？哎呀，大哥大嫂啊，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？嗯，节俭，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。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。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哎呀，平时我是挺节俭，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，永远不翻，我出把血。啊，你这哪是出血呀？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！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？哎呀，20多块呢，心疼我2小时。哎，老头，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？不是，吃上了你也吃一口。我不吃，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。哎呀，你这人也太小店了，你看。哎呀，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？
小倩儿咋来了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挺浪漢呐、啊！离家不到20米，搁这玩春游呢。啊，那个，不是，这个小子，有话就说，别动手啊！行行行，哎呀，这也太丰盛了，吃的挺土豪啊，吃的。这孩子咋说话呢？这都是进口的，哪土啊？啊，不土，这都谁买的呀？你黄奶奶买的。黄奶奶，哎，你买的呀？啊。黄奶奶，啊，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？滚犊子！谁纳你爷存折了？他说你是啥玩意儿？犊子，原来就长你这样啊！干嘛呢？